这不看到 FB 官方的雪滑图了吗？有，超香，超棒。是霸凌环节吗？没看我已经输两场了吗？我要全换啦，找贝德。啊，什么都没有。欸，如果这边把节奏打满，我是就没牌了，就要靠到艾露。感谢啊，感谢明月。我一直在想我的雪华该不该丢，丢啦丢啦。雪华那么香，你说对吧？这个虫我会强制吃掉。因为没有艾莎，所以输比较多。对，艾莎才是本体，难怪我今天一直输。我靠，没关系，四费可以吃。没有要吃的话，我这边就要考虑说不杀达尔摩先看。说牌，感谢订阅啊。等等，如果是非还是没有，我就是要巴力吃三张，然后再去找。昨天的七比五呢？我有信心可以超越昨天的七比五，好吗？七比五超越 ，#take 七比五超越，又是雪娃。是击中，要忍甲打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忍甲打不攻击？屁嘞，等等，烂东西会再烂。哦，大妖魔，你在干嘛？为什么偏偏是两张大妖魔？难得。这样不对吧？还是要找一下贝德，对吧？艾莉。该打日马了，我们现在立即关台，该打日马，日马观众堂，让艾莎去比赛，直接让艾莎代打，然后就可以打世界冠军。不行不行，我觉得还蛮痛苦的。然后我差点打错，我还是想要下瑶鱼扎特，还是下明月？不要，我这边下瑶鱼扎特。所以就是这样。后面应该有一丁点的帮助。屁嘞，手中又是什么东西？妈的，这你看，等等，这真的有问题，这牌没洗干净吧？说牌两张，挨了两张，然后隐白剑士，我记得这套牌只有放两张，然后前面已经来过这一张了。我靠！如果下一张来大恶魔，我真的气死。存在存在到底是三回？对啊，原本想要拿雪华斩，但是就差回收。其实那边很像是可以直接开击咒，然后拿嘛。我靠！不行，我觉得再用巴力吃去找贝德。虽然这边很暴力，可以直接这一回合开，但是我之后巴力就没有输出了，所以我就觉得这边要去。做的是缩牌敲恶魔，没得选我这个气牌没得选这会在悲催啊！然后巴力又来了。找大恶魔的意思是说，我这一场要看大恶魔赢就对了。
三倍大恶魔，直接拍了两张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大恶魔的群聚这样不好哦，不准群聚，好吗？好吗？大恶魔，五倍大恶魔，我看得上哎、欸。直接大恶魔，好，好，你们说的。好啊，我们放弃抽牌，我们在打熊，直接用宣战战士，我们放弃找贝德了，我们这一场就是再找到两个大恶魔就赢了，所以说欧巴利然后去洗。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应该要去再抽一次大恶魔，然后丢巴利，然后再帮我刷个大恶魔，然后就是三倍，对不对？听起来很合理。哦，原始二神，哎，他是解不掉，解不掉吧？我靠，不会秒我吧？哦，没有，还不够。80，我是不是忘记带贝德了？谁给我排除了？你有放贝德吗？你是不是忘记放贝德了？我刚刚没有打过天香，所以我觉得不用怕，因为有偏向前期就会丢。那不排除有右手的情况，我没赢，大恶魔强牌。到底在干嘛？巴利的最后龙光，我觉得可以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妨点下订阅关注我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资讯哦。我是玉峰叔叔，我们下回见哦，拜拜。